是吧？是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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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让小姑娘教训一下你，来来，爸，快点。陈凤，你加油哦！你可代表我们在最强的阵容啊！祝你平安。好，真挺害怕。好，站这儿哈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人，你随便弄啊，没关系啊。老师啊，你啊，这样啊，当然是我们是演示，但演示呢，没必要拳拳到肉，但是也要让我们看得真真切切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那么恨他，只是比较讨厌他。所以呢，你也就轻微的教训一下他就可以了，就是很简单，你就必须把他放倒就行了，他不能站着，好不好？至于你们是抱着倒还是踢倒，那就是你的事儿了。小姑娘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向电视机前以及现场所有的女性观众啊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女人也不是好惹的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三二一啊，你先敬个礼啊，先敬个礼啊，啊。把眼镜拿下来啊！把眼镜拿，你估计这辈子是没有机会戴眼镜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过瘾。来，继续。说好不打脸啊！年轻的心，再接再厉。给陈不恒鼓掌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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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恒你俩胳膊护着脸啊。OK 的，哇，这可以这可以。说一下你的感受。谢谢托雷老师给我这个挨打的机会，让我重新做人。行，回吧，去吧，还活着。这位，把话筒还给你师父。我们还没了解这个团长的前世今生呢。团长以前不是练跆拳道的，最开始是吧？啊，对。以前是干嘛的？我最小的时候练的是那个武术，少林派。后来呢，又做了些安保。安保啊，对，特卫啊之类的这种工作。我就问你啊，你看那个经常看见那个舞台上一女明星在那儿，然后粉丝冲上来亲吻呐、搂啊，那旁边的那个安保人员应该怎么做啊？一般第一，你得看到是多级的这危险，嗯，啊，在观察，啊，比如哦，就是小姑娘啊什么的啊，你就直接拦住她就可以了，保持一个安全的位置。如果说真的有很冲动啊，很冲动，搂要抱，我们演示一下啊，我们演示一个人上来搂我哈，我看看谁比较想搂我哈、啊。吴胜，他比较像一个坏人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冲上来，冲上来亲我，快点。刮掉的也太快了，来来来，你俩排练过吧？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很难受吗？不是，我刚刚冲上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他动作很快。你觉得他真的挡得住你吗？他挡得住，因为我那会只看到你了。而且他好像没有伤害他，他是顺势把他弄地上去了。对，他的这个力道的话，正好是顺着，我就直接就倒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你干过这种事儿没有？我感觉你动作很娴熟。上次扑倒刘亦菲的那个是你吧？啊，如果有这个机会，如果有这个机会哈、啊，可惜今天是我啊，再见。啊。